好，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？我看到一个场景呐，天上那个雪啊，雪在上面那个飘啊，在飘的时候啊，那个传来那个歌声呐，那个歌声就是白毛里边的雪花飘，雪花飘啊，哎，你知道那个白毛女和那个雪花飘那个歌吧？就那个讲喜儿啊。讲那个黄死人呐、然后说那个杨白劳欠了钱，欠了那个黄死人的钱以后还不了，还不了以后呢，那个喜儿就被那个黄死人抢走了。然后呢，你被那个电影或者演那个芭蕾舞啊，或者演那个舞台戏的时候，总有一个歌叫《雪花飘》，那个雪花飘啊，雪花飘啊。而且很夸张，本来下雪就是往下的嘛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哪有什么那个雪花飘是在那个天上转的？所以那个啊，难怪我知道为什么在头顶上，它在那个头顶上转的，根本没掉下来。所以这是夸张，为了那个，为了表示那个，这个肯定就应该说穿了就造假。是那个造假，文艺作品造假啊，文艺作品造假啊，所以那个戏里边有为了达到夸张的效果啊，为了达到夸张的效果啊，有几个夸张到离谱啊，有几个，我要把场景要做给你看，不然我要砸一下子，不然会滑掉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雪花。雪啊，雪花飘，它是在头顶上转，在头顶上转，戏里边也是这样的，在头顶上拼命转，拼命转，就像那个头顶是漩涡啊，头顶是那个一个中心点，然后就这样旋，在头顶上再转呢，转，但是呢，雪花就是不掉下来，你说这个场景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要说这个事，你说这个场景是假的。这个场景是假的，对。另外呢，在这个白毛女里边呢，还有啊，很夸张的一个经常出现的一个红旗飘，就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，红旗还在天上飘。你说这个红旗飘和雪花飘怎么动作是一样的呢？哎，你想想，为什么是一样的吧？对，是造假。要说到最关键的一个词，红旗飘和雪花飘是同一张舞的。红旗飘和雪花飘是同一个人舞的。哎，对呀，就是说，在舞台上演戏的时候，有一会是红旗飘，就一个人举着那个棒棒。飘那红旗啊，另外一个场景雪花飘，一会系个红旗，一会系个白旗一样的雪花飘在天上。你看，现在就在头顶上，都在这个头顶上飘。你说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。原来演戏就是演戏。演戏的时候也不专业一点，红旗飘和雪花飘竟然用了同一个人，你说造假也得要搞专业一点，哪怕把红旗飘和雪花飘，不要用同个人和不要用同个动作。你说红旗飘可以在天上飘，红旗飘可以在天上飘。
红旗标，你这个悬梁的动作，我拿你没办法。但你雪花飘，老是在头顶上飘，不掉下来，这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做不到的。哦，你雪花飘总是在头顶上飘，不落下来，这个在现实当中是无法做到的。哎，是吧？反倒难怪你说那个在头顶上呢，原来就是来表明他那个曾经那个雪花飘那个是造假。嗯。哎，然后。原来我们几代人呢、啊、都受骗了。原来几代人都受骗了。哎，然后我告诉你啊，你那个头发，那个白发是什么一个情况？像放射状的，就那个中间以中心为点，然后就那个那就相当于这边跟那个边跟。是散发上的，哦，哎，因为那个旋，那个它旋的时候就这样旋嘛，嗯，所以它的旋是，就都是放射状的，而且是像个，那个就像你有没有看到过老牛身上的那个螺纹呐、啊？它是那个旋转的，然后你如果没仔细看，你不知道头顶上长成什么样。如果你仔细在头顶上看的是。就是一个圆圈，然后那个往四周方向，就这样长的。哦。原来是林姐告诉你这么一个事，那个白毛女，白毛女，哎，个毛嘛，白毛女，白毛女啊，那个故事啊，彻头彻尾是假的。你要讲这句话，原来白毛女这个故事啊，彻头彻尾是假的。原来白毛女这个故事彻头彻尾是假的。哎，原来白毛女这个故事啊。彻头彻尾是假的。原来白毛女这个故事彻头彻尾是假的。而且那个雪花飘这个歌啊，骗了很多很多的人。而且雪花飘这个歌骗了很多很多的人。哎，你说，正常的雪花是往下掉的。正常的雪花是往下掉的。你怎么飘也是最后掉到地上来的。不是一直在头顶上转，不是一直在头顶上转。哎哎，这个一明白以后啊，林姐把这个消息传给你了，传到以后啊，然后你慢慢那些白头发，白色的，好像失去了营养了，因为你原来人家相信他，有人相信他，他好像就得到了营养，会长得起来，然后呢？你不相信他的一个，慢慢他缺少了营养了，然后就慢慢这个白头发就没了，不再生长了。嗯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。哎，好像这个地方就原来这几根长白头发，专门长白头发的地方啊，这个头发就不会再生长了，相当于啊。然后就慢慢就那个，相当于就你要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，他那个就没有根基了，没有存在的根基了，所以那个白头发是不长的，而不是白头发变黑，那个那几根就是实际上不多，就是那个全放射上的那个几个，是这么一回事啊。哎，他这个是从灵界传递消息过来。然后你说，这个是这种什么因果的？这叫共业，不是一个人的因果，是整个社会的因果。哦，嗯，明白了吧？所以呢，有的因果呢，实际上灵牌看的就明白了；有的因果呢，是一个人个人的事，那么就很明显的看出来，你做错了事，受到了报复了，这个最简单的。另外一个因果呢，是全社会做错了。大家都在看这个戏，又在相信这个戏，又在传播这个戏，大家还在唱这个歌，印在自己脑海里很深很深，那么整个社会就错了。那么后来出生的人虽然同那个年代没关系，但是呢，因为父母或
这个事情以后啊，也会影响到后代。那后代一旦救得了以后呢，那个因果就慢慢慢慢，至少从这个家庭里边剔除掉了，这是一个社会共业。哎，是这么一回事，明白了吧？其他没什么了，你就意识到这个事啊。然后呢，有空的时候你可以到网上搜寻一下子那个白毛女，看看到底她讲了什么事啊。当然，你看的时候不是相信她，而是她你要找她荒唐的地方、不合理的地方。你越是明白这个事，她越是站不住脚，就没有那个生根的土壤了嘛，相当于啊。你没有这个观念，脑袋里就。现在不跟不供给这些几个排列巴那个营养的一个，他就不长。嗯，是这么一个。哦，我的，因为我这辈子还没有看过白毛女。啊，对啊，所以是那个供给是上一代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，然后他们社会供给传下来的。好吧。哎、啊，白毛女就刚才讲的什么故事呢？几个人物。稍微年龄大一点的都知道这个事，一个叫黄死人，一个叫白毛，一个叫黄死人，一个叫梁白老，一个叫喜儿，主要这三个人，喜儿呢就是梁白老的那个女儿，然后梁白老呢本来是先欠的那个黄死人的钱，说好到了，年三十晚上之前会还的，这个他没还钱，没还钱以后呢。然后呢，他就把那个说把你自己的女儿抵给那个黄死人了。然后那个就演的戏里面是这样。我呢曾经呢临牌宫一个人呢是海南的，我记得一清二楚，那个一个女的年龄比我大十岁，那时候她应该50岁，应该差不多，我是40岁那时候。她排什么呢？她排说。二尖瓣、三尖瓣，就是那个心脏瓣膜啊，瓣子不全。那么我们最常见的二尖瓣、三尖瓣瓣膜不全是先天性的，生下来就那个心脏瓣膜瓣膜不全。但是他告诉我呢，他是心脏瓣膜不全，不知20年还30年，反正一个整数。那么就不是先天性的。后来我们就在临表快开始之前嘛，我突然说了一句话，我就问他，我说。你说杨白老和黄死人谁离开？我莫名其妙说这句话，后来就开始了。原来我们现在社会上流传一句话，说那个杨白老离开，为什么？杨白老是欠钱的。现在说中国是欠钱的人是老爷离开，追钱的人当然没办法，人家不还钱，拿的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然后我们就开始就现场出现了那个。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戏啊，白毛女啊，原来当事人她曾经演过白毛女，我们排出来的结果，她曾经演过白毛女，大概上小学初中那段时间，然后呢，由于她那个白毛女演戏的时候呢，要在芭蕾舞里边，要在原地转圈，后来呢，她因为转的头晕嘛，她就没办法演下去，以后呢，后来就这个主角呢就换人了，她就没再演。他那是不记得这个事情，他不知道了。但是他说了一句话，他我知道王妈妈演过那个戏，人家那个年代都基本上全民都在演这个戏啊。后来呢，第二天的时候，他承认了，他想起来了，他说是他演过白毛女。后来因为转圈头晕，没办法了就换人了。再排下去的时候，就发现那个整个戏里边就丑化了那个黄死人。所以呢，黄死人在阴间呐，替他送供呀。从阴间就脚踢过来，我们阳间如果有脚踢过来踢到胸部的话，他就知道了。阴间踢不来，他看不见，所以他不知道嘛。只是产生结果就踢得很重啊，踢到那个心脏瓣膜都瓣膜不全了，所以他有那个胸闷，胸闷，然后医院里诊断的二尖瓣、三尖瓣瓣膜不全，而且。黄死很恼火啊，在阴间呢，一下子把他妈妈，因为他妈妈也演过这个戏嘛，一拉到一个车上面，撞到车上，车祸死了，他妈妈，他说是他妈妈几年前确实
出了车祸死掉了，哎，就是被黄生报复了，因为他演的这个戏嘛。然后呢，黄石英在阴间踢他那个胸部嘛，后来向黄石认错以后，他说我不应该演那个丑化你的戏，这个同历史事实不符合。如果说历史上曾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，真的有这样，他也不会来很恼火来报复，因为不存在这个事，丑化给他强调给他，所以呢他来踢他胸部了。踢他胸部以后呢，哎，拍完以后认错忏悔道歉以后就结束了。我们当时的场景呢，他就住在这个前面，住在前面，后排呢就是我们当时观众的，就在观众，他相当于从这个前面住在这个地方走了，我现在看看走了多少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大概走了12-13步，回到那观众席上。突然他说了句话，哎，就是从前面到观众席上这走了这个几步路以后，突然对我说，哎，老师，我胸不闷了，就好了吧？当然就好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当然就好了？他认出以后，黄石的灵魂呢，在阴间不接他了，不接他的心脏呢，心脏就正常了嘛。这种问题呢，不像其他的问题，哎，要一个过程。就是说他那个地方三经脉关闭不宁，就当场就切出来，一直在切他，一直在切他，一直在切他，一直关闭不行了。后来大爷向他忏悔道歉一个认错一个，不切了，不切一个，当然就好了。他就走了十几步回到座位上的忏悔道歉了，对我说，老师，哎，我胸闷了。他这个胸闷呢，就是被黄绳切出来的。所以这个白毛女这个戏啊，在中国当年是很流传啊，流传的很广，而它的起源是在那个延安，1943年的延安，当时呢毛泽东说了一个文艺要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。实际上它的潜台词，这个也是我一直是临牌才知道的，它的潜台词就是文艺引起造假。所以从1943年开始就诞生了白毛女啊、红色娘子经啊，那些什么后面的什么闪闪的红星啊，都是那个就讲那些大地主啊怎么坏，怎么不学农民怎么之类的，就讲这些啊，然后挑拨那个农民之间，实际上地主也是农民嘛，只是他稍微富有点，雇佣人家干点活，人家也是付报酬的嘛，都是你情我愿的事情吧。当然丑化的人又是迫害人啊什么之类的，搞得要人家的命什么之类的，然后以这样的方式宣传，这样就达到了将来可以打土豪分钱去把那些地主杀掉这样的目的，为了抢他们财产嘛，所以故意政治宣传的那些人罪大恶极，然后那些老百姓就觉得那地主是这么恶的，该杀该杀，所以呢就把那些人就杀了几百万，然后把他的财产就抢劫过来就充公了，所以这就是一个抢劫的过程。那故事大概是这样，然后呢你到网上搜一搜，大概看一下以后呢就知道这么一个故事一个，你就脑袋里想，哦，这个故事是瞎编的造假的，而且演的戏里头那个雪花飘在天上只是旋转不下来，舞在那灰啊，所以你那个头发就是有那白头发，就讲提醒你白毛女说她那个是头发全白了，人家都瞎编的。所以一个白毛女有那白色，另外一个雪花飘也是白色，另外在头上舞，所以你几根头发就在上面嘛，这样就对上了，知道吧？是这么一回事。那个我问一下，就是你说这个故事都是瞎编的，还是说它就是舞台上造假？就是全部有，这个故事本身就是造假，然后呢演到什么样？因为他演了同历史不符合的戏。哦，因为黄石人确实有这么一个人。哦，但是呢他没有说那个说把那个杨白劳的女儿去抢了，而是杨白劳自己还不了钱的，主动把那个到天山的晚上连自己的饭都吃不上了，没饭了，没米了，他主动把女儿就送给他了，就他小老婆去了。而且我们那个临牌过程当中看到
不，就是你那天晚上送给那个黄死人了，林班长能看到。过了年以后，过了正月十五啊，喜儿也没回家，也没回来看看他的爸爸。所以呢，那个杨白老啊，有点不放心，去看看那个死的那个黄死人呐、啊，用酒啊招待他，好吃好吃的，好吃好喝的就招待他。凡是那个喜儿根本不想回家，因为你回家什么也吃的也没有，什么也没有，在他那边吃的好好的，凡是对他很好，所以从那个历史上完全不符合的那个戏啊。后来呢，共产党来了以后呢，是要搞那个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，共产党给他撑腰了，一撑腰以后呢，他就诬告了那个黄死人。所以呢，这个诬瞎编的故事在全中国都流行了，因为那是个政治需要嘛。为了把那些地主要杀掉，要找到合理性，所以呢，就是全中国都在演这个戏，基本上每个小学都会演这个戏，明白吗？当时的年代啊，然后我们小时候也电影上也看过这个戏，反正全中国都在演这个戏啊，来龙去脉就这样的，哎。所以呢，你把这个事情搞明白以后，你不相信他了，他就这个故事啊就没有生根的土壤了，就相当于这个地方是那个白头发的土壤，就是白毛女这个故事啊，有人相信他，他有存在的土壤，你不相信他，这个土壤没了，所以呢，这几根白头发就干枯掉了，干枯掉就再也不长了，就相当于你那个地方有几根专门长白头发的。但是他不是说后来我给你拍完以后呢，哎，他不是说过了一段时这几根白头发变黑了，他没有，是不长了，就枯掉了，就这样，就相当于这个能够让白毛女这个故事流传下来的土壤没了，至少在你这里站不住脚了，它就不再生长了。哎，这个观念就是你脑袋里纠正过来的，完完全全相信了。就是你那边主动不就不供营养给他了，没有营养了，这几根白头发后面掉了以后再也不长了，哎，是这么一回事，好的好的，谢谢谢谢哎，如果不拍我还不知道这有这么一个事，我也搞不懂。对啊，现在就对上了嘛，一直在头顶上面嘛，那个雪花飘啊，在上面转呢，有点太夸张了好的好的，好的好。那就这样。好好，再见啊。